会的就是那个唢呐。比较单调，唢呐三个音。唢呐，唢呐，爱喜爱台湾的。还有乌克丽丽耶，啊，乌克丽丽，就很像。唢呐跟胡琴还没有学会了。没有，胡琴我会。我一会的就是胡琴。因为我没有准备歌，所以没关系。准备。随便你随便唱就有一句。准备的话，我们还要付钱，太麻烦。对对对。你随性随性啊，随性。很多歌，反正八十二遍就可以。随性。那等一下我们后面还要合唱。我这个好舒服，就这样子环境。对啊，我就想这个盖真好，真好。好了，我唱那个教会的诗歌。好，因为我没有记词，那个没关系，你我会词那个词随便填，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差别。你唱错，我们也不知道。哎，我们下次这个叫做不太对哦。这首歌叫做《你对我说》，你对我说了。哦，你对。你跟我讲嘛。这条歌叫你跟我讲。前三个亲写的，对，是的，比他大两三岁。对，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比他差一点。国中啊，我还有高中，长荣大学是大学啊。高中在新竹这边，世界高中。好。世界高中，他是一把吉他，风靡那个学校的女主任。哈哈哈哈哈！真的，好笑。这个主任很喜欢幼稚，很怪。
们来唱一首玛雅的彩虹，就是这个词曲创作人叫不浪鱼干，不浪鱼干，对，他是泰雅族很重要的一个才子才能啊，很可惜被齐秦带去那个大陆演唱会啊、哦、掉下来啊，唱太嗨了，掉下来啊，刚好又转到后面了，哎，就急救，哎，掉下来。大陆还欠我们一个太阳族的人才，所以今天那边很痛的，还在欢呼呢，就是人不见了，哎，还掉下来。最关键是他写了好多首，太阳族族语的那个歌谣，还有一点流行风，然后，但是他也很深厚的那种文化的内涵。这首《玛雅的彩虹》，玛雅的彩虹，唱给你。哇，这个很棒。这首歌，这个古鲁曼的合奏，你不要合奏，是不是？我可以。那古鲁曼也合奏。好，开始喽。好。The love
掌声鼓励。很快那个你录影哈、哦，有我有把它传给你们讲，因为这个是马上传，这个是这五年来哈、哦、唱的最好听的一次，因为这整个这个空间的话太适合了，那个氛围不一样，对对对，那个这首歌哈、哦，这个歌名叫《玛雅的彩虹》，那这个重点，玛雅是女孩子的名字，那更重要的是在彩虹这个字。它的这个 keyword 是那个彩虹，彩虹在我们泰雅族，这个是中文的这个名词了。我们泰雅语叫，我们要回到我们泰雅语泰雅族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我们叫彩虹叫红木乌杜，红木桥，乌杜是神明，所以它这个意思，如果是从我们泰雅族的语义来翻成中文，叫做神明之桥。这个是把我们泰雅族，我们最深层的，就是说，当我们泰雅族人遵守这个我们跟神灵的这种我们的所定下的这些种种的规范，当我们生命终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很安然的度过这个虹桥，神明之桥。对，今天有出现彩虹，有看到哈、哦？对。以前我们小时候时候叫，哎，手不要指着彩虹，手会断掉了。啊，要不然就是那求彩虹，这就表示会就是由我们带过去的这些祖先的灵魂，他们就要越过彩虹桥。当我们这些或者是走去比划的时候，就像我们舍不得他们啊，他们就会一直不晓得要不要过去，啊，过去到天堂的世界。对，那这个意思里面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生活，就是昨天有没有类似那种意思啊，然后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祖先的教导啊，然后活出我们大家族生命的色彩啊。后面说那个那最后面那个叫什么阿萨拉斯比纳达亚，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族很美丽的一个梦，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